在台湾，女生可以打棒球吗？爱棒球的他们决定寻找出答案。5、6、7、8。小时候我看那个职棒的比赛，那你就觉得哇好帅哦，你会想模仿。都打到被隔壁的里长阿嬷骂，我们就说大家都不要睡觉啦，都还在吵。那个时候也不能说算是练球，就是见个面，然后大家丢丢球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奢望说可以有女子棒球队这样子的概念。打一个，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很纯粹的时候。刚站上球手丘的时候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投手一样。虽然明知我可能打不到，可是我就是想挑战看看。加油！棒球那么晒，这么热。你为什么喜欢打？我就是爱呀、啊！我还想再拼一次，我还想再完成我之前没有完成的梦想。这是没有人成功过的一件事。我觉得当第一个人是最难的。我选择这个环境，所以你们不需要因为我是女生就觉得，哎，她怎么在这？我们从事这个运动，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开心。毕竟就是喜欢运动，你就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。20年来，热爱棒球的女孩努力堆叠起属于她们的舞台，站在属于她们的球场，恣意挥洒，